浪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我是人见人爱、猫狗见了就想来我家的喜猫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吸头头，笑死啊！吸吧，吸吧。对了，吸完头头，今天宵夜都不用吃了，节约了。顺子，顺子。哎呦哎呦哎呦，顺子要干什么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吃饭了吗？都0104好，云晨大叔好，晚上好晚上好，大家都晚上好啊，允宁好，哎，哈哈，小云好，顺子吗？啊，他进得去了，他只是懒。飞鸟好，明月好，离哥好看。今天小猫不在家了，然后终于把幼儿园给收拾了，还没有洗，因为就是今天就想偷懒一下，没有什么因为啊，今天就是纯粹的，我想什么都不做。对，这段时间还蛮辛苦的，然后。就当休息一天，然后晚上直播完了以后再去洗那个猫的学院，然后明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消毒啦。对，有一点空，昨晚的直播吗？哎，我小严，哎呦，小严说妈妈不可以休息，是不是？嗯，小严，你要干什么？小云要干什么？嗯，没耳朵的两个猫。对，是咪咪姐送的，然后好像是现在在打折，然后她问我要不要，我说要，好像现在只要50多块钱吧，原来蛮贵的，这个好像是什么什么名牌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她问我要吗？然后我说要，我以为她寄来一个，谁知道她寄了两个来。哦，然后今天把火车丢掉了，我们家那个火车2年了，并不是说它不好啊，是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了。然后今年猫也没怎么再睡，大头就去睡了2次，所以我就懒得要了，就把它丢掉了。因为那个毛啊在上面啊，没那么好清理。其实丢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放在院子给流浪猫玩，但是我们家院子的雨伞坏掉了，如果放在院子下雨的时候就会泡烂。所以算了吧，还是，对，今天丢了几样东西，然后觉得家里面好像就干净了很多，然后这边的东西等到就是这个上面的东西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，等到我休息好了再来收拾，还有这个角落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那些凳子我都想丢掉了，没什么乱用，没人坐。谢谢大家的投喂，谢谢小宝宝在那里干什么？那里有一碗那个鸭胸肉，松鼠好，泰德好。啊，众筹个凉亭可以，这个可以有。这个可以有啊，这个可以有。珍珠好，金先生好，金先生你能打字吗？金先生。啊，是不是你又给我寄了一箱冻干来？小雨好。是不是金先生买的那一箱冻干？谢谢 Ivy 的投喂，谢谢李子。文心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谢谢大家的投喂，不要为了我花钱哈。啊，东东哥今天我不知道呀，我就请问一下，因为你上次寄了一箱，然后啊，我昨天还是前天又收到一箱，就是要问一下，因为。每天都有人给我寄东西，我要知道谁是谁寄的。然后还有一箱那个，那个小鲜包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哪一位买的。还好，今天还好，今天有个十几度，今天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冷。安文好，谢谢投喂，谢谢 Ivy。好啦，可以啦，够啦。顺顺，你在那边干什么？顺顺在那边睡觉。这个猫窝我很喜欢，这个猫窝是不会丢的。
猫咪也挺喜欢的，冬天烤火的时候还可以用一下。不如日航，有时候下的，有时候不下。在 B 站直播呢，因为要看着录屏，所以说就不敢在楼上播。楼上播的话，一会儿要万一卡了什么，又要跑下来，然后我又不知道哪里卡了，剪的时候就会很累。啊，吃肉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像上个星期这样分成两部分的直播回放，会不会看起来会舒服一些？毛毛来了，毛毛，小马，哦，会呀，那就好。小毛的尾巴现在开始长出来了一点。那个冻干，我猜是是金先生还有东东哥你们买的，还有凉凉猫你们布鲁日你们买的。虽然金先生还没有回复我啊，但是我猜应该是昨天给点点带了一点过去 点点比较喜欢吃，然后他听到这个袋子的声音，他就会很兴奋，所以我就给他妈妈带了一些带过去。这样的话，在新家有一些他熟悉的零食啊，然后小毯子也带过去了，就会比较好一些。他是今天11点半的时候就到北京了，然后去他家的时候大概12点多一点，然后就到他家了。谢谢大家，不要再为我们花钱啦，这个好贵的，这个冻干好贵的。真的不要再为我们花钱了，小猫咪已经够吃了。快乐姐姐好，听到我说冻干来劲了，这个小猫咪，你爬上来就是想吃冻干是不是啊？眼屎，我擦一下眼屎。女明星出镜怎么能有眼屎啊？然后她本来我跟她妈妈昨晚直播完了，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，就是意思就是，就是告诉他一下带去了什么东西，然后因为前面他有拉肚子啊什么的，然后就把他之前拉肚子吃的药，虽然现在不拉了啊，带着去了，然后还有那个跟他性格啊什么交代一下，然后因为点点妈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生，就她很温柔，你们听她声音就知道了，所以说我一点都不担心，只是说让他了解一下点点的性格，见到了以后再了解可能会更好一些。然后就告诉他了解一下情况啊什么的。那么今天点点到了以后，我以为他会躲起来，就是至少要在那个航空箱躲一晚上。没想到人家马上就出来玩耍了。出来了以后就躲到那个跟小白一起躲到沙发下面去。小白对点点还是温柔有加的，就是没有凶他，反而是点点把小白凶了。好乖。对呀，点点妈妈是很温柔的一个女生，而且人家长得很漂亮哦。对，我们有那个视讯过。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的？我后悔了，应该昨天买一送一的把你送去北京。你要不要去北京？要不要说普通话？现在人家家里面，我们家里面的猫都没有几个会说无锡话的啦，你赶紧去北京吧你。点点是坐专车过去的呀，坐专车过去的。对，坐专车过去的，然后 就不折腾嘛。如果机场的话，航班不合适的话，他就要在机场提前。比如说，如果明早的航班，我今天。今天3点钟之前就要送他去那里了，然后他要自己待一晚上。
哦，也不会有人去管他有没有吃，有没有喝的。那既然是这样，都要去那么久的，那不如就专车会好一些。毛毛，你也看了昨晚的直播是不是啊？啊、哦，有的有的。对，航空运会便宜一些，啊、哦，专车会贵一些。哎呀，我这个鼻子，因为现在春天了，然后会有很多花嘛，容易过敏。85克很少啊，姐妹，85克不多的。我们家的小猫能吃100克。对，啊，李老师，猫都抓不到，不要说抓耗子了。对啦，我今天在那个到处去搜了一下，有没有那种自动门的装置，就是感应的，狗狗进去，猫猫进去，它就会自动关起来。然后我发现有是有，但是呢，它是那种叫做慢回弹，那个怎么讲？缓冲型不是，就是它的关门的速度会比较慢，因为它是怕夹到手啊，夹到人呐、啊，所以它是那种很缓慢的。并没有那种一进去咣马上关起来那种没有，然后呢又发现了一个抓耗子的装置，就是它是，比如说啊，它本来是一个盒子，你把它这样打开了以后，它就形成一个 T 字啊，然后吃的食物就放在这个 T 字下面，耗子一进去它是红外线感应的，然后两边咣就包起来，可是它只有抓耗子的，没有抓猫的。啊，所以我现在是在想怎么抓那个猫妈妈，真的是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啊，没有拿航空箱出来的时候，它是肯定会来的，但是那个没有拿诱捕笼，只要诱捕笼来了，它就不来了，所以说猫妈妈是一个大问题啊，我每天都在看它到底有没有怀孕，我都担心它怀孕。啊，小粉丝好。我就担心她又怀孕了，到时候又生小猫了，怎么办？是不是啊？哪有源源不断的往猫的学院输送猫才，这就完蛋了。不知道呀，看不出来呀。对呀，那你看点点他们，我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怀孕的，然后又出来了点点他们，玲玲 才没有多大，对不对？相隔也就两三个月的样子，所以蛮害怕的。万一她又怀孕了，然后又有一窝小猫，是不是啊？眼见你要挠痒还是要干嘛？你到底要干嘛的？这个猫完了，这个猫。是的，是的，对啊，马上就要暖和了，马上就是现在又是发情的时候了。如果它现在生一窝小猫，再隔一个月它又生一窝，你就可怕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对呀，蛮害怕的。所以我就想要怎么抓它才好。现在就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完了，毛毛，你真的要洗澡了，不是奶奶。哎，听说要洗澡，马上。过去了，不给我看毛，你看这个皮屑，不是，可不是奶奶要用你来实验那个东西啊！你确实是要洗澡了，妈妈，不跟你开玩笑的啊，身上也那个皮屑还蛮多的，奶奶给你梳一下毛，我找一下梳子放哪里了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啊！你来我身上，我梳毛给大家看，快点。奶奶梳一下毛啊，大家来看一下我有没有撒谎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等一下啊，我扭紧一点这个摄像头，要倒了。哎，好了，看一下我们小毛啊，是不是要洗澡了？大家来评评理，看是不是我乱讲的，看到吗？这个皮屑，我拿近一点给你们看啊。看到吗？像头皮屑那样的东西。好多啊！如果不多的话呢，平常也有很，猫咪身上有皮屑也是正常的，因为它要新陈代谢嘛。但是如果太多的话，就说明它的皮肤呼吸不顺畅。
有油脂啊，或者是脏东西，那就给它洗一下澡了。看到吗？那个脾气，大头就更多了。看，我一点都没有夸张，是不是啊？随便数两下，一大堆。啊，螨虫就把你吃掉了，你怕不怕螨虫的？螨虫很可怕的。嗯，你身上多多的螨虫，把你自己都搞过敏了。待会儿是真的要洗澡了，再暖和一点啊！现在还太冷了，还不能洗。怎么搞得越输越多了？越输越多，怎么搞的？可能是因为梳子的静电带出来了，越输越多。那个密集什么的就不要看啊。现在是肯定不能洗的，嗯，还要至少要过一个多月才能洗它。这段时间天气不稳定。就是今天可能很暖和，然后明天可能就冷了，或者是早上很暖和，到了晚上就到0度。昨天的天气是0到17度，你想想，这个跨度也太大了。如果洗的话，它可能就容易感冒，万一没有干呀，就是里面还有一点湿的话，就容易感冒。猫毛和就双层猫毛的这种毛，它很容易反潮的。还有狗也是。阿仔这种还好，它没有底绒，Rio 那种是有底绒的，很容易反潮，就容易感冒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看不到你们谁在说话啊？我是从电视的那个弹幕里面看你们说话的，我不知道是谁在说话。来啦，就是客啊，大家照顾好自己。怎么感觉现在好像有一点？哦哟，这个，我都怕他的那个头皮屑掉在我身上了，赶紧给他梳掉。奶奶用一个胶纸给你粘一下，好不好？把毛一起粘走算了。这个小毛好久没有洗澡了，我们家装修完了以后，好像小毛就没洗过了，是不是啊？我自己也忘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明天就想洗澡了。有可能啊，再梳一下，越梳越多，真的是越梳越多，我都不敢梳大头，因为我看到大头那个皮屑，我就马上想洗，不用等明天。但是现在要忍着，所以我就不要去梳它。嗯，小毛乖了，你洗不洗澡的，小毛？嗯，要不要洗澡的？对呀，好久没洗，能不洗就不洗嘛，我也不想给它洗。洗了，他要不高兴了，就是能不洗就不洗。咪咪姐说那个，我们家这个吹烘干机它也有一个，她说很好用。我那天问她了，她说很好用。所以图图也可以洗，那么乐乐就可以洗。大头不知道啊，大头能不能放进去？到时候先把大头尝试着装进去试一下，这样就不用再一天就可以洗2个猫了，对不对啊？要挑战一下，一天洗2个吗 不用吹风的话就没有这么累，洗一个，然后让小姐姐看着它烘，然后再去洗一个。这个洗好了，那个也烘好了，是不是啊，小猫？妈妈，哼什么？哼什么？嗯？怎么嘤嘤嘤的？这个嘤嘤怪真很能嘤，妈妈你吃干干吗？妈妈，什么干干要吃吗？要啊，狗屎要吃吗？狗屎，小猫还是有一点美食的概念的。小猫罐罐要吃吗？哦要啊，哦要，那狗屎要吃吗？还是很聪明的啊，还是很聪明的，不该吃的东西是绝对不吃啊。条条吃吗？妈妈，条条吃不吃？要啊，条条吃的啊。哦，要的。那狗屎吃不吃？狗屎是不吃的。小王真的很聪明啊，很聪明，
试了那么多次，当众试了这么多次，他都没有说错，是不是啊？没有丢脸啊，小猫没有丢脸，要不就要吃狗屎了。很聪明嘛。好啦，准备吃干干了，不熟了，真的再熟我现在就想去洗澡了。不断的输出来很多脾气，一大堆，螨虫的最爱。嘎吱窝梳一下，嘎吱窝总要梳的吧，对不对啊？这里梳一下，这里胸口胸毛梳一下，耶，摆烂了，开始摆烂了，这个猫。好了，那去拿干干，好吧？哦，我看干干在哪里，我在这里。哎，别急呀，别急呀，你去哪里？干干不就在这里吗？着急了。你看顺子，看顺子，哈哈，飞奔过来，听到了干干的声音，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来来来，你给乐乐吃一个呀，嗯，给乐乐吃一个呀，来啦，圆圆，欢欢嘞，欢欢。好了，那你到下面去吃呢，要把这个镜头对准所有小朋友，好吗？小豹也来了，好吧。乐乐啊，乐乐可能14、15斤吧，没有称，想称待会可以称一下，我去拿秤来。他啊，他吃一口。哎，顺子为什么要打花花？顺子把花花打了。嗯，宝宝，妹妹，对，听到这个响了，所以要给点点带去北京，这样他妈妈如果想跟他互动一下的话，用这个他起码知道是吃的。谢谢神经质少女，谢谢你的投喂。弟弟妈妈称一下你的，待会吃完饭了再称啊，这样压秤一些。八嘞，八。后退了没有？后退，他又想去跟猫抢，马上。大头不吃的，大头很少吃零食。来，花花，过分。你变坏了你啊！我为什么要插着一个充电器？我好像脑子有病。弟弟呀，哪天有机会啊？其实那天应该称一下的，搞忘了。那来了。来了，妈妈给，你吃不吃呢？到底？妈妈给，顺着嘞。好好嘞，好。那顺着，小好嘞。BB 嘛，BB 上次是12，花花呀，它没什么变化，我觉得。那小花，花花，快嘞。那妈妈给，花花。快点，来了，它不会咬的，哦，我忙要吃，奶奶放桌上就行，来了，小花，欢欢。
我就知道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不敢伸手过去，要不他就打到我了，坏得很，这个猫。花花是会护食的，所以其他猫在它旁边，它吃东西的时候，它是肯定要动手的。哪花花？对啦，总算吃一颗到嘴里去了。小花来了。对啦，聪明啦，聪明啦，宝宝。毛毛，你旁边那里我放了一堆，你干嘛不吃？要来这里好。顺子，好啊，那个桌子上很多，他不吃，他要来找我要，坏得很。哪吃坏了？哪吃这个？吃这个？哎，怎么想动手啦？他也算是家养的啦，对不对啊？来我们家时间这么长了，他也应该算是家养的啦，不是野猫啦。乖啦，要给它吃小颗一些的，它比较容易吃到。那欢欢，顺着你走开，待会它为了打你把我打了。欢欢。啊，小毛，小棒嘞，到小棒去了啊。好吧，歪着个嘴，生气啦，生气啦，这个小猫咪生气啦，怎么办？对，它什么时候不惨叫？他一天24小时，起码有23个小时在惨叫，为了要吃东西。这个角度看猫脸更大了，有没有？亲你们啦，他亲你们啦。还要不要钱？哦呦，这个脸好大。到宝宝来了，好不好？宝宝也来怼个脸。好好吸呀、啊！毛毛都快5岁啦，4岁半啦。到小宝来啊，小宝。那我们现在吸小宝，你看你这个鼻屎宝宝，全是个鼻屎宝宝。哎，掉了，哎，好笨呐、啊，吃半天没吃到。那宝宝啊，果果丫头好，鼻屎宝，你看你一颗都没有吃到，我给他3颗全部都掉了，笨死了。阿玲还不来，阿玲你还不赶快来，妹妹来，妹妹，宝宝，阿玲来了，阿玲在叫，那阿玲呢？阿玲，你也上来好不好？那玲玲，宝宝，谢谢果果丫头的投喂，你自己来个凑近一点来，
对了，到谁啦？那来啦，少爷呢？小严，哦，要握手啊，小严，不用握，直接吃。握手，爷爷来握手，握手。对啦，对啦，爷爷好乖呀、啊。这个架子没有那么低，这个架子不够低。那握手了，你来，快点。来呀，他走了，他在走开。妹妹，妹嘞，哎呦，到我妹妹了，妹嘞，妹，走了没有？狗被妹妹打了，哦，要来这里来吃啊，真乖。哪个面呢？掉了，顺子急了，顺子一直在狂拍我的手，怎么样？对呀、啊。妹妹本来就长得圆头圆脑的，好不好，亲妹？好亲吗？对，哦，这里来了一个，他本来想爬上来的，然后妹妹看了他一眼，他默默的又下去了。对了，那来了，对吧？这里，妹妹她那个小鼻子皱起来，我是最喜欢的。你看她的小鼻子，吃的这么辛苦，居然掉了。她使劲的时候，她那个鼻子上面就会有一个皱纹。好好亲啊，妹妹。眼睛，妹妹是黄眼睛。露露是黄绿眼睛，那来了，顺子，这个他着急了，他在打我，顺子你也上来，顺子这里，哪妹，花花来了，花花，花花来怼个你。我要坐在地上了，蹲不住了，太累了。对呀，你到那边去吃了啦，在这里太挡事了。这个黑脸没什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都看不清楚。对，弟妹明天就要回去了哟，弟妹。你看大头的眼神，他要刀我，大头要刀我，很不爽。为什么你不叫我来怼脸？因为大头一怼的话都没有地方了，直接屏幕就坏掉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先报一下名字。眼睛这么大，犯规了啊！眼睛这么大，犯规了！圆圆呢？圆圆，
哎，美琴姐也没有来是吧？我在想，美琴姐现在可以看圆圆。好啊，行。嗯哼哼。对呀，顺顺整个脸一半都是眼睛。哎呦，这个老虎像不像老虎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1800。嗯，哎呦，要这样吃的，抱着我的手。好了，蛋黄花了，蛋黄了，来了。阿玲在咳嗽，玲玲你怎么啦？玲，可能刚才呛着了。那讲话嘞？你想吃妈妈吗？还是干嘛？那个表情。对了。对了。哎呀，顺子，你白挨打。是不是啊？谁让你过来了？画画嘞，那讲话嘞，来了，画画，快来，来呀，不能动手的啊！哎呀，掉一地，完了，我拿反了，我把袋子拿反了。待会让阿仔来捡吧，阿仔可会捡了，阿仔捡这个是高手。啊，画画，完了，这还不吃个痛快呀、对，这还不翻车，翻大车了，我先起来。哎呀，我身上都洒了。太太，你吃吗？太太，你看他不吃这个的。吃完了就让狗狗来收拾，然后我们就吃罐罐，好不好？先让他们两个吃一下。这个阿毛毛这里有这么多冻干，它不吃。我放在桌子上放了好多，对呀，现在真的是喂鸡啦。花花，你看它每吃一颗，它就要把它往身边拨。点点也是这样的，就是它叼到一颗吃的，它马上就要躲起来，要吃到好几块之后，然后它才觉得没有危险了，它才不会叼到其他地方去。哦，不要啦，一包可以啦。我平时是骗水的，平时也没怎么，除了直播之外，也不会像这样，就是或者是骗他们做些什么才会给他们吃，用来付水给他们吃。平时是，现在看到啦，现在吃掉啦，刚才是没有看到。阿点的热水袋，我本来。还天真的想着要不要给他带热水袋，后来我一想，人家北京有暖气啊，我是不是傻啊？谁像我们南方人这么可怜啊？是不是啊？还要用热水袋？哎，我动态有发啊，没有看到是吧？早上11点多就到北京啦。他妈妈接到他应该是12点左右吧。对，我有发的，他妈妈也有发呀，你可以关注一下他妈妈的B 站，我有转发他妈妈的那个帖子，你们关心点点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。我老是不记得他是对雪人，然后是1225，就是那个 snowman，然后后面是1225，就圣诞节的雪人，要这样记就比较好记。对。
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频道，然后他会经常发的。他平时还没有点点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他也会经常发小白。小白可乖啦，然后看到点点马上就上去啊，想跟他关心他一下，然后点点还出爪子了。对，B 站，现在我们就在的这个就叫 B 站，哔哩哔哩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像那个九九的妈妈，奶酪的妈妈，就是叫抖抖蛙，她是在微博，没有在 B 站。点点的妈妈就在B 站，然后她目前没有打算改名字。她说一个叫小白，一个叫点点就挺好的，就是都是描述他们外观的嘛。小白就是全白的，然后一桶的眼睛，蓝黄的眼睛很漂亮。对，奶酪的妈妈叫抖抖蛙，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，如果关心奶酪的朋友。因为常常会有看到问九九现在怎么样啦，其实我动态也有发过，对吧？我也有把他微博的帖子，然后把他像照片下载下来，然后发到别的平台，我也有发过，但是不是每天都有这么有空，然后专门去弄一下，等以后吧，多几个小猫咪有家了，然后每年去探望它们一次，这样挺好的，是不是啊？狗被打了，狗。狗被猫打了，它不光是吃它自己的，它还惦记猫的，被教训了。活该。对，抖的蛙天天更新的，然后点点妈也是每天都更新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外面来啦小伙伴。谢谢1800的投喂，谢谢。是我那天想了一下，可能有几个不方便去拜访，就是没有那么熟，因为不是说不熟啊，就是他们有工作啊，然后跟我们不混社交平台的，那么就不太好意思去打搅别人。然后以前他们领养的时候也没有公布过嘛，然后可能除了那几个以外，其他都可以看得到，比如黄黄呀。小咪呀，小咪你们可能不认识，小咪是在无锡救助的猫，然后跟小熊一批的，对，它是跟小熊一批的，然后还有大老咪啊，然后还有江南大学的那两只猫，然后还有现在来到杭州以后的这些，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一下。等再多一点吧，起码能凑一集，对不对呀？起码要凑一集才行。但是我也不希望，猫妈妈再给我来送流浪猫了啊！就这些也够了，不够凑也就算了。不希望他再来给我送。阿仔拿那个袋子给妈妈，地上那个袋子，对，就是那个啊！你刚才不看了一眼那个？对，拿来给妈妈。对。拿来，对，还在那里装傻充愣，拿了没有？这个袋子拿给妈妈，对，拿来给妈妈，快点，拿了没有？佢唔舍得噶，佢以为入边仲有，系我唔俾佢食，所以佢唔舍得攞过嚟俾我，拿过来给妈妈，快点，乖啦，乖没乖？拿那个袋子给妈妈。他常常是舍不得的，他以为还有，所以他是舍不得给我的。快点，拿了没有？那我自己去拿了啊，你不要动了，不给你机会了，已经给过机会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吃完了，糖宝宝现在才来。一只猫出一集。就是不知道方不方便嘛，就是有一些比较方便的，比如说自己住的去他家去拜访的时候，你可能可以拍一集，吃吃喝喝逗逗猫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如果是别人是跟家人住的，你也只能说是探望一下，带点礼物，然后就走了，肯定没有一集的，对不对啊？
到时候再说。要是能开车带阿仔一起去，那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谁敢靠那么近？你是想说谁？啊，花花也很喜欢这个新玩具呢。谁能靠那么近？哦，仔仔现在好多啦，他现在好多啦，而且他也肯坐车。他的问题是说，如果要带他出去的话，是要用一个那种车，就是后面把它放在后面的座位上，然后中间要有一个隔开的，就像出租车那种啊，就是会隔开司机和乘客的那种。要不他会要我抱他，就是一直赖在我身上，那我开车就开不了。他现在长大了，小时候还好，还可以。长大了以后，他这么大一个，趴在我身上，就很危险啊！开车。你在找什么？妈妈来找，你先走开。妈妈来找。哦，毛毛还要吃啊？你先走开，妈妈来找。哦，里面那个壕里面有一颗冻干，给他看见了。哎呦，这个狗真的好灵啊！在哪里呢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去玩啦。为了他还要去钻个柜子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好了，要干嘛？还要抱啊？要梳一下大头啦。大头刚才没有梳，还是梳一下吧。搞不好今天晚上就被洗澡，不会的啊，开玩笑的。因为那个烘干机我还没有试用过，要试用了以后才敢拿来给他们用。不是我亲自试用啊，是会可能会拿一个小玩具啊，就是起码要知道那个吹风的那个风量有多大，温度有多高。哎呦，大头好油啊，油油的。我不凑上去，我就看不见皮屑，挺好的。不要凑上去，就光梳就好了。你看他那个头皮屑厉不厉害？行啦，再说就洗澡了啊。阿毛肯定是很想洗澡，所以一直在叫。你看他这个皮屑又，而且还很大块，全部都是。那大头是。忍不住马上就要洗的那种，就要是天气暖和的话，这种情况是我马上就会把它拎到卫生间去，直接洗掉，想都不用想的。好了，不梳了，越梳越恼火。我原来不买烘干机，我是一个是对安全啊不放心，最考虑最多的就是这个安全的问题，那时候技术都没有那么成熟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有一些大的那个智能的宠物公司，它都还没有开始做，都是一些小品牌，那就证明这个技术是不是很成熟嘛？然后我也问过，然后那时候曾经有一个品牌的人跟我讲，他说我劝你不要买，他自己的产品他劝我不要买，你说我还能相信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不敢买，还有一个是我认为，如果声音很大的话，猫关在里面，它也会很害怕。直到后来有粉丝告诉我，现在出了那种可以伸手进去安慰猫的，就以前的烘干机是关起来了，猫就在里面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的烘干机是可以伸手进去跟猫互动的，那这样就可以啊，我至少可以安慰它，是不是啊？太密封了，里面是不是很响？我也不知道，毕竟不是在吹我。哦，那么它有一个口子可以跟外界产生一个联系的话呢，我至少知道猫在里面是什么情况，需不需要安慰，声音到底有多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大头。我现在我家这个就可以啊，我家现在已经有一个了。我家这个是小配的，好像是。
我已经装上了，但是我还没有下载那个 APP，那个 APP 我还没有下载，还没有开始试用。反正我想的都没有那么快嘛，没有那么快能用嘛，所以就暂时不考虑那么多。看到吗？这个大头有多脏，真的。唉，想用一个湿纸巾给它擦一下算了，不洗不梳了。它很喜欢梳毛的，它和顺子都是最喜欢，全家最喜欢梳毛的猫就是大头和顺子，可能是真的痒，身上可能是真的痒。妈妈拿纸巾给你擦一下啊，它，好不好？不梳了，越梳越多，看到还要害怕。我去拿个湿纸巾。他家智能的东西还好吧？反正我们家用的还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家的厕所就是用的小配的，已经用一代也有，二代也有，还好吧？我觉得没有出现什么情况。之前还有一个另外的牌子的，然后那个不好清理，就太大了，然后我就送给邻居了。就家里面现在的就是小配的，然后我的鱼缸也是小配的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饮水的加热器也是小配的，猫砂也是小配的，而其他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其他的了。你为什么打妹妹？为什么要打妹妹？啊，妹妹怎么你了？给它梳一下，干一下，那个湿纸巾有一点潮。大头现在就去烘算了，好不好，大头？现在就想把它放进烘干箱去，这个油腻男，你原来是这样的大头，我要告诉 Coco。好啦，不梳了，真的不梳了，我说了不梳就不梳了，梳之不尽。哎呀，我要把这些猫毛给它藏起来，因为都是有那个脾气的，好脏，万一狗子翻出来就麻烦了。把旁边的桌子擦一下啊，等我一下。点点，现在说适不适应还早了一些，它毕竟刚到几个小时，是不是啊？哦哟，你看刚才掉的皮屑掉在桌上了，我的天呐，这个好夸张啊！我擦了一下桌子，就是这样的，好夸张啊，大头，还要再来一张纸才可以。对呀，啊，它需要一些时间。不行，太冷了。我是很能忍的那种人哦，不是那种不能忍的。我要是不能忍，它早就被我洗了。要是夏天看到这种情况，真的是立马就把它抱进去，马上洗掉，都不用讲原因。好了，没有了。套套。看上去很干净的淘淘，居然这么多这么脏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猫是不可以貌相的，你知道吗？光是人，还有上面梳子上面全是它的油，那个白色的油，看到吗？好好笑哦，那个油，我要擦一下，真的好油腻。下半场我们来做些什么呢？下半场我们来。吃饭饭比赛吧，看一下谁吃饭最快，好不好？本来想来一个玩球球游戏的，但是玩球球游戏要把狗撵开。怎么啦？花花怎么啦？花花怎么一直在叫？花花饿了，要吃饭饭。我擦完梳子啊，擦完梳子，我们就去吃饭饭。哦，连梳子都脏了，好油腻啊！这个孩子不能要了，谁要领养大头？马上领养出去！这个花花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要什么？要梳毛毛吗？那花花嘞？要啊，那花花嘞？梳不梳？有头哥的味道有没有？不要啊！那阿玲嘞？阿玲？玲嘞？玲？
这个可能拿纸巾擦都没有用，要待会到楼上去用那个去油的洗一下才可以。现在擦了好像也没什么用，擦不掉。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好啦，谁要吃饭饭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在上面推屁股。花花，你要不要挤一下肛门线？花花，好想给他挤一下肛门线哦，估计他的肛门线是满了，整个大火。嗯，也不应该，因为它不胖，就是肛门线会堵的猫，一般都是胖猫，就是不怎么用力啊，然后拉粑粑软便的猫啊，软便的猫是比较容易肛门线堵的，因为它的粑粑不硬，然后就没有办法把它那个肛门腺体给挤压出来，所以它，哎好好笑，它都不知道在跟谁打架，哎。啊，我去拿碗，我去拿碗，嗯，我去拿碗啊！你们看猫，看他们打架吧，他估计他们又在打架。这个匪货，哎，我不拍他，他就跑了。啊，美青姐来了，我去拿一下碗啊，碗。